彩云，我兄弟。明月搁那儿呢，我不敢，咋不敢？你不会写诗吗？谁会写？明月，彩云说给你做了一首诗，你听。啊，明月，几时有？彩云跟着走，我每天没日没夜变着法的给你叠纸飞机呀、啊，也不知道你收到了没有。好事，好事。明月，你还留着，太好了。明月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呀？你先闭上眼睛，等我数到三，你再睁眼。哎。说好了，不许偷看。你放心吧，我不偷看。哎，彩云，我得等多长时间呀？一、二、三。纸飞机呀、啊、是啊，你不是说你喜欢纸飞机吗？那你叠这么多多累呀、啊、再累我也愿意。明月，其实我就像纸飞机，虽然起飞的时候很困难，但还是努力地冲向天空，带着我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勇敢去追求我最喜欢的你。明月，你愿意搭载我的这趟航班吗？我愿意。哦，彩云成功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我成功了。我不同意。吓我一跳。大哥，刚才那女的就坐我的三轮，跟他们跟着玩的。来，你们谁呀、啊？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，那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，我们就是拼命三郎。我是三郎。我是太郎。我是不用说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战狼。我是一郎。好，这不是重点。你战狼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战狼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叫一郎。都说过了，这不是重点。你在说话。明月，你说我给你叠了那么多小星星，你为什么就不答应我呢？谁先喜欢纸飞机，大郎？哎呀，送错了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有本事咱俩比试比试，谁输了谁退出。怕你呀、啊？比啥呀？你说比啥呀？鞋带开了。哎，小哥，过来，咱俩单挑。大哥，他喊你。我知道，你想咋的？你想咋的？呀哈哈哈！打架怕你呀？啊？还想比啥，大郎？比跳舞，王一月。好，他们还会跳舞呢。下去，他能跳的。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，也是大狼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上呼房子，不要汽车，他们只是彼此。